交流交流这个事，就说你的这个李叔啊，有时候待遇啊，这个这不是说过这事。张振业生于1928年，从当时的张南县参加长江支队南下时才21岁，那时张好英也才3个多月，所以父亲对于他来说非常陌生。现在张好英已年过70，他想在有生之年追寻父亲的足迹，去了解父亲走过的路。老爸，今年我这就是来了给你告个别，我今年71岁了，我今年要替你们走完，我替你走完。1949年4月24日，接到出发的命令。4月25日，天没亮，大家就早早起床，整理好背包，吃完早饭后，与方东乡亲们告别，到4大队大队部集中。大队长温富山发布出发命令，我们大队和其他5个大队一起到武安南门外广场集合，列队步行南下。从武安走的时候，出来以后呢？碰到什么呢？碰到四爷从东北下来要去武汉，跟我们一起走，互相拉着唱歌，我们拉他们，他们拉我们。我唱了2段哈。滚水快开锅，再加上一把火，凤姐老根就跑断呀，可不能再让它活。我们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。1949年4月25日，张振业和4000多名战友冒雨徒步离开武安，开启了南下征程。长征到北方呀，把咱们来解放。张振业和长江支队战友们徒步行军9天，绕过当时国民党军盘踞的河南安阳、新乡，来到了黄河北岸。这个是河南的老田安火车站。当年1949年，我们的父辈长江支队就是从这个火车站坐火车渡过黄河，往南方走的。当时呢，这个车有些是闷罐车，有些是敞篷车，还有些是客车，反正就是说来了什么车呢，他们就坐什么车走。过过黄河的，怎么不过呢？啊，说有个火车，啊，叫你们坐坐，但不是客车，是拉煤炭的，啊。那客车就像盒子一样没有顶的。好，我们高兴死了，没见过个火车，就上去了。哎呀，我们的军装都搓成黑的了。然后男同志小便还有个办法，他们男同志站在那里就可以小便，女同志怎么呢？就是女同志把尿。我两个人抬起女同志，打到那个火车的盒子那旁边，小便，哎呀，然后身上全是黑的。这个火车站的意义在什么呢？因为黄河呀要从这里渡过去，一过了黄河，那就要往南方走了，而且我们都是北方人啊，这些人就觉得，只要一过了黄河以后。就离家是越来越远了，啊，那种心情，确实对我们来说也可以理解，啊，但是为了革命嘛，对吧？响应党的号召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。过了黄河，家乡渐行渐远。张振业和战友们坐火车一路跋山涉水，经过河南开封、商丘。江苏徐州、安徽宿县、蚌埠，5月12日，终于来到了长江北岸的浦口，原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城就在眼前。
最有意思的是走到了那个长江边上，大家就丢棍子啦，那个棍子一丢下去，丢到那个稻田里边啊，都栽在那，满阳都是那个棍子丢的。张大哥，我今天带你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个地方就是浦口火车站。当年我们父辈南下的时候，就是南京的最后一站，就这个浦口火车站。为什么到浦口火车站呢？因为当时长江上面呢没有桥，必须在这儿坐轮渡过江。进南京很兴奋，他们很兴奋。5月12日凌晨从乌衣镇出发，行军70多里，下午4时到达浦口。多少个日日夜夜让人魂牵梦绕的祖国第一大河长江，终于到了眼前。大家依次上了轮渡船。此时，夕阳垂地，大江东流，船上欢声笑语一片。当晚住宿于南京下关码头附近。那个一看南京那么大的城市，我们没见过。走在街上看人家女妇女穿的高跟鞋，那怎么走啊？啊，那怎么走？我们都很担心。然后我们几个女同志，伤心，走在街上，人家一个洗澡店，我们几个人，我们进去洗个澡啊。人家那个老板说，我们只有男座。没有女座，我们不是座，我们是洗澡。这我说不，我们这文化知识，人家说的男座就是男同志洗澡，男的洗澡，没有女的洗澡。我们连这个文化知识都不，我们笑死了。我们不座，我们就是洗个澡。